一大事因年，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一大事因年。啊！我们看三藏法术出法华经一记一实相，其性广博，故名为大。如来出世度生之一事，故名。 为是，众生具此实相而能成积感佛，故名为因。如来正此实相而能起起因度生，故名为缘。一切如来出现于世，皆为开示一切众生。 本有实相，令其显得误入佛之之见，舍此者非如来出世本怀。今云如来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一次是也。这个是在《三藏法术啊，《出法法经》里面这段经文。 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探讨这个一大事因年。我们看《法华经》里面的经文：“舍利弗，云佛名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一世。诸佛世尊亦令众生开佛之见，使得清净故，出现一世。” 一是众生佛之之见故出现一世，一令众生悟佛之见故出现一世，一令众生入佛之见道故出现一世。你看这一段经文里面有讲四个重点：一令众生。 开佛之见，这是第一个，所以佛陀在世间示现。然后呢，第二个重点，意识众生佛智之自见故出现意识。第一个是开，开佛之见；第二个是佛是众生佛智之自见，也是是佛之见，所以佛出现在世间。 第三个重点，一令众生悟佛之见故，就是悟佛之见，所以佛出现在世间。第四个重点，一令众生入佛之见道故，所以佛出现在世间。所以这一段经文就告诉你，佛讲经三三藏十二部，说法四十九年。 就是这句经文，我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一次。就是四个重点：开示误入、开佛之见、是佛之见、悟佛之见、入佛之见、开示误入。所以，释迦牟尼佛。 提示的舍利佛说：“佛陀来提示舍利佛，说什么是诸佛世尊为一大施因缘故出现于世呢？诸佛菩萨为什么到这个世间来应化呢？就是为的要让一切众生。” 了此这件生死大事，什么叫生死大事？我们说了生脱死，就是明心见性，让众生了解种种的业报因缘，才出现在这个世间。 那么诸佛世尊呢，是想让众生得到佛的之见，就是开佛之见，把它开，开启他本有的佛之见。那我们众生呢，都是怎么样呢？我们因为六根对六尘，攀连七手，说明把本来第一念的佛之见，我们第一念见到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 本来第一念是佛知佛见，什么叫佛知佛见？就是了了知，了了见，清清楚楚、明明白那一个第一念就是佛之见。但是因为无始以来的毛病习气、无明烦恼，见事后成沙后，根本无明。 就把本来是佛之剑，转成众生之见。了，所以众生就把佛之剑关闭了。那众生在什么时候把这个佛之见关闭呢？就在那一念无始无明升起的时候，也就是《大圣起信论》里面讲的“一念无明生三细，境界为人长六处，就在那一。 那个念头无名升起的时候，就把佛的之见关闭起来了。那现在佛是出现的这个世间，就要帮助我们把这个佛之间打开，哎，就是六大之所开悟的那前面四所记憶，何其之性本自清净，何其之性本自记止，何其之。 本无动摇，何其是本不生灭？这就是我们的本有的佛之佛见啊！所以呢，如果去开启这个佛之佛见呢？ 我们是必须要戒修德显性的啊。那么在佛法上来讲呢，小圣是破见失破，大圣呢菩萨圣是破尘沙后你再破一品根本无名；破四十、四十一品根本无名。然后呢，等到四十一品无名，破尽了，入旧境佛，那就是开佛眼了。 那么你就能够洞明一切诸法实相。所以呢，意识众生呢，佛之自见故呢，佛出现最大的一点就是要指示一切众生佛之佛见啊，即令众生明白佛之佛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引用六祖大师。 在跟法达禅师的对话里面，在六祖坛经里面呢，那么这一段是非常精彩的。啊，六祖坛经里面呢，里面这段经文，就我们看这个原文：生法达，洪州人，七岁出家，常诵《法华经》，来礼祖师。 投不至地，主喝曰：“礼不投地，何如不理？汝心中必有一物，应喜何事也？”以念法罚金，以己三千步。师曰：“汝若念至万步，得起精意，不以为胜，则以五阶行。” 如今护此事业，都不知过。听无际曰：“离本则慢床，脱系不自地，有我罪计生，王公福无比。”那么这句这句经文的意思，我们把它消文一下。在六祖大师《坛经》里面，这位法达禅师呢，他是洪州人。 他七岁就出家了，常诵法华经，他诵法经诵了三千步，这个三千步不简单呢、啊，所以他就有一个不简单的这个念头，他这个执着，他說我不简单，我练三千步，所以他来顶礼六字大师的时候，头不着地，就是没有恭敬心，有一点傲慢，觉得自己了不起。 我读三千部《华华经》呢，所以他有这个三千部《法华经》的执着。我们知道，《华华经》如果你真诵的话，用功的诵，一天一部大概没问题，一个月三十部，一年三百六十五部。如果你要送三千部，大概要用十年，连续送都不能休息哦，不能休息，连续送。十年应该可以完成三千部。 因为《法华经》是一个大部头的，所以这个法达禅师也不简单。但是，因为他有这个，他有这个，他有这个我执跟法执没有破。他有我有三千部啊，我有读《法华经》三千，那个我还在啊。你看那个我相还在啊，那就有人相跟众相跟受者相啊。所以他还有我执在，还有法执在，他就见不了信了。 所以他的傲慢心还在啊，头不着地了、啊。六大师就呵斥他说：“理不投地何如不理？’你是你头不着地，你干脆不要理。理是恭敬心嘛，你没有恭敬心，你干脆不要顶礼嘛。” 印光大师说：“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嘛，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嘛。那你不恭敬，你就不要礼嘛。所以六大师说，你心中一定有一物。什么叫一物？不是说他有个，他不是说他有个东西啦。就他有个执着了。他有义务就是有个执着。那这一物是什么？这一物就是我读法罚金。 三千步这个执着啊，所以六道是马上看出法大禅师心中有一物，那本来是无一物啊。所以你只要放不下，就有一物。六道是说：“问他了，运喜何事？你你平常是怎么修行的、啊？你平常是怎么修行的？” 法大师说：“我练《法华经》已经到三千步了。”六大师说：“啊，你就算练到一万步，你可以讲出这个经历，这样够殊胜的吧？如果你练了一万步，而能够去明白这部经的妙意，那你跟我平起平坐，则以五阶行之。你跟我平起平坐，啊。” 那么你今天辜负了这个事业？什么叫事业？你作为一个修行者，你的事业是什么？你这、就是你的事业是了生脱死啊，出三界了生死啊！你的事业就是明心见性，见性生佛。你今天辜负的这个事业啊，你还不知道过错在哪里？那六大就是是他一手记啊，你本折半床。” 可惜一不自地，有我最寄生王公福无比啊。他说：“礼敬诸佛啊，本来是要折服我们的慢心呐、啊。我们的慢心就像床这样这么高，就像须弥山这么高啊，障住你的菩提呀、啊。那你托不着地。” 就表示你有我在，你有我持在啊，那有我就有罪啦。你整个功德就没有，你就失去功德，失去福报啊，王功福就失去功德，也失去福报，这是无量无边呢、啊。嗯、那华大禅师就跟他讲了，啊，华大禅师当时被这么六大师这么一责备啊。 自己起了一个忏悔心呢、啊，所以哦，他他送三他送这个他送三千步也不是没有福报，啊，他他就告诉六祖大师说：“法达达啊，我们看这个经文，法达法达达，学人更新一顿，只按照经文诵念而已，哪能知道经的中去呢？”法达,达就回答说了。 我的根性很疑钝呐，我只按照经文诵了，我怎么知道他在讲什么呢？哪能知道经的中气呢？六大师说了：“师曰，吾不是文字，汝是取经诵一遍，吾当为汝解说。法大计高僧念经至皮一品，师曰：值。此经原来以因缘之事为宗。” 众说多种比喻，亦无越于此。何者因缘金？今云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一世。一大事者，佛之之见也。这一段太重要了。六大师他不认识文字，可见见性跟文字无关啊。 所以呢，我们在《大圣起心》里面有讲，一切法从本以来，理言说相，理明智相，理心言相，啊，毕竟平等，无有变异，不可破坏，唯是一心，故名真如。 那这个地方，六子大师请法达禅师送一段《法华经》给他听。六大师跟跟他说：“五不是文字。”这个地方，我们一般世俗的人就会觉得说：“啊，你不认识字，你怎么会讲出这部《法华经》的意思呢？”因为这个。 文字啊，禅宗里面讲说不立文字，为什么他不立文字？因为我们修行就是要破烦恼障跟破所知障嘛，所以自信跟文字无关，自信跟开悟有关。 简单的说呢，只问开悟不开悟，无关禅定解脱。外道也有禅定呢、啊，但是他没有开悟啊。所以这个地方，六道是说：“我不认识字，你拿一卷法华进来读一遍给我听，我跟你解释。”所以证明呢，《大圣齐心论》里面说。 是故一切法从本以来，理言说相，理名自相，理心言相，毕竟平等，毕竟平等哦，无有变异，不可破坏，唯是一心，故名真如。所以。 我们自信，它是离开言说相的，所以禅宗里面说心行处灭，言语道断，就这个意思。理言说相，李明智相，李明智相也是一样，言语道断，李心连相。 他必须要离开禅宗里面讲离开心意识参，你第六识的分别，第七识的莫那执着，第八识的阿赖耶识。所以心意识呢只能言到阿赖耶，不能言,言到真如自心。所以他理心言相。 那为什么毕竟平等呢？因为再胜不增，再凡不减。佛没有增加一分，凡夫没有减少一分，所以它毕竟平等，本质具足，无有便利。为什么无有便利呢？你成佛的时候，他恢复自信；你堕落到地狱的时候。 你的自信也没有变，也没有变异，所以不垢不净，不可破坏自信。啊，它火不能烧，水不能淹，刀不能砍，所以不可破坏。所以六祖大师就是说：“那你读一段，你读一遍给我给我听。” 我帮你解说，法达禅师呢就高僧念经呢，念到品一品的时候，六大师说：“值，就是好到这里。”啊，他说：“这本经就是《法华经、啊》了，原来就是他从头到尾以一年出世为终。” 就是佛为什么出现在这个世间？一大四因年。以这个做中去。纵使说，众说多种比喻，佛陀在《法华经》里面用各种比喻，比如说，佛陀在《法华经》里面也有讲说，一个大长者子，一个大长者，他的儿子呢，流浪在外面，变成一个乞丐。 佛陀为了度他，用各种方法来譬喻，啊，所以我这个房子呢，这个这个豪宅呢，跟我这里面的金银珠宝都是你的。那个乞丐不敢相信了、啊，那佛陀只好用这个比喻的故事来引导这个比喻这个流浪在外的这个乞丐呢，到这个大长者的家里做长工。 那这个就是一个比喻，这个大长者呢，就是我们的自信；那个流浪在外的那个乞丐呢，就是我们迷惑颠倒、轮回到六道去流转生死的那个，我们的，我们到六道里面去轮回生死的，这个叫做那个流浪在外的这个乞丐。 还有在佛陀在《法华经》里面讲的啊，三车啊，牛车、羊车、鹿车，还有大白牛车这个比喻，三界火灾这个比喻，这三界轮回就像一个房子快烧掉一样，这个房子里里面这三个小朋友，一个鹿车，一个羊车，啊，还有一个牛车。 这是表示菩萨圣、缘觉圣、声闻圣啊。那这三车呢，代表三圣，三圣也是方便啊。他不能够处理十法界，不能够入一真法界，所以佛说一个大白牛车，那个、一大白牛车就是自信，就是开悟自信，就是成佛，在外面等你。 用这种种种比喻，也没有超过这个范围，就是这个一大四因缘这个范围。何者因缘呢？六大师说什么因缘呢？经营诸佛世尊，我以一大四因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一大事则佛之见，就是这件大事是什么呢？就是佛之佛见啊。那再下来，六大师就。 在跟法达禅师开示了，他说：“悟世人呢，外面着相，内面着空。若能以相离相，以空离空，即是内外不明若悟此悟此法，一念心开，是为开佛之见。佛有解也，分为四门：开觉之见、视觉之见、悟觉之见、入觉之见。” 若稳开示，便能误入即劫之见，本来真性而得出现。所以六祖大师呢，他的开示是非常活泼的。像六祖大师，他跟我们讲说：我们归佛、归法、归僧；归佛呢，归觉；归法归正；归僧归净，叫做归依自信的觉正净。 叫自信三宝。那你看这个地方，六道师就跟你讲，四个门就是开觉之见，就是开佛之见；那视觉之见就是是佛之见；那悟觉之见就是悟佛之见；那入觉之见就是入佛之见，开始侮入。啊，那六道师又说呢，世间人呢，万米着相。 内迷到空，那世间人就是什么？就是一般六道凡夫啊，执着这个妙有啊。那二圣人着空，如果能够以相离相，以空离空，就是内外不明，这样的话，能够明白，能够悟这个这个缘起性空啊，以相离相，以空离空。 破这个我执，破这个法执，内外不明，这一念心开就是明心见性，那就是开佛之见了啊。那么这一段呢，我们特地把这个一大四因缘呢，我们又引用啊《法华经》的这一段经文，还有六大师对一大四因缘的开示呢，我们来做这样跟各位啊分享。